士和突突正在踢足球，他们俩玩得很开心。哦，足球掉到草丛里了，巴士很失落。突突决定过去找足球。突突东找找，西看看，再爬到草丛顶看看有没有。摇摇草丛，掉出一个排球，再摇摇，哦，一个可乐瓶，再摇摇，哇，好多垃圾！突突把垃圾踢飞，差点砸到巴士。再摇一摇，哇，掉出一颗金种子。巴士过来了，他碰了碰种子。是什么种子呢？五福正在路上行驶。嘿，五福！五福听到巴士叫他，过去看看。五福也过来啦，他要挖个土坑。好啦，巴士把金种子推到土坑里吧。进去了，五福再把土坑填上，突突变形，变成消防车，开始给土坑浇水。巴士再把土压实，把车开上去，压得更好一点。哦，金种子发芽了。它长成了一棵大树，巴士大喊：救命啊！突突过来啦，巴士别害怕，马上救你下去。突突升起云梯，可是够不着，突突要用绳索把巴士拉下来。突突，甩出绳索吧。嗯。
塌了。
点气。黑土鸡也来帮忙，从后面推巴士，巴士加油，用力！耶，巴士上来啦！咦，黑土鸡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黑土鸡全身都是泥土，惹得他们哈哈大笑。他们这是准备去哪里呢？原来是要来洗车店洗车。挖掘机先洗吧。哇，好多泡泡哦！挖掘机洗好啦，洗得非常干净，挖掘机很满意。黑土鸡，就你身上泥巴最多了，快去洗吧。Thank you.
卷风越来越近了，兔兔快点求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巴士睡着了，听不到。虎符挖土坑也没听到。小红、小蓝，快去呼叫救援！小红过来撞醒了熟睡中的巴士。龙卷风过来了，但是兔兔陷在了沙子里，它需要帮助。巴士和五福赶紧过来查看，他们看到了远处的龙卷风在移动，而兔兔在用力倒车却倒不出来。巴士、五福，快过去帮忙吧！救兵来啦！用挖斗勾住车厢。龙卷风正在靠近，情况很紧急。用力拉兔兔，五福加油！兔兔出来啦！龙卷风过来了，赶紧离开吧！他们在找可以躲避龙卷风的地方。哦，帐篷。可以躲到帐篷里去。不行不行，帐篷可挡不住龙卷风啊！糟糕，巴士情况危急，五福快过去救巴士。五福把巴士拉回来。兔兔在想哪里可以躲呢？哦，土坑里或许可以。跳到了土坑里，巴士和五福也下来。龙卷风从土坑旁经过，巴士好害怕。哇，龙卷风过去了，躲过一劫。下大雨了，河里发起了洪水。接下来看
不好，前方有一块尖石头，可是巴士并没有发现。制作完成，五福做好准备，要去救援啦！
生气，升起来喽！小七，别害怕，虎符马上就来救你了。上升器慢慢靠近小七，虎符把小七救过来啦。可是他们还飘在空中，虎符，快想想办法，让我们降落。没问题，虎符用挖斗扎破气球，开始下降喽！安全着地，做得太棒了！哦，装载车和喷洒车在争夺停车位，他俩谁也不让谁。装载车、喷洒车，别争了，要不你们靠比赛解决吧。哎，这个办法很不错。那就出发前往赛车场。到达赛车场，哇塞，好壮观的赛道啊！现在让挖掘机来当裁判，站上裁判台。赛车和喷洒车前往出发点准备。3、2、1，开始出发。哇，喷洒车飞了起来，落地。喷洒车急忙躲避泥坑，但还是没躲过去，陷在了最后一个泥坑里。喷洒车用力，加油，快从泥坑里出来吧。哇，装载车也飞起来了，还越过了第一个泥坑。接着它熟练地躲开了其他泥坑。喷洒车加油啊，出来啦，快追上去，他们俩很接近。不好，前边有栏杆，看装载车怎么应对。装载车轻松通过，到喷洒车啦！喷洒车紧急躲避。哦，可是还是撞上了栏杆，装载车最后冲刺了。哇哦，装载车赢得了比赛，太棒了！很遗憾，喷洒车输掉了比赛。来到了颁奖台，挖掘机要给装载车颁发奖杯。哇哦，装载车开心地举起了奖杯。喷洒车在旁边很失落。这时候，装载车把奖杯伸了过来，还要和喷洒车分享奖杯。最后，喷洒车和装载车一起停在了车棚里。